APA 41价钱是多少了？75。OK， 价钱是75，最小的码是从 S 开始，最大是去到 XXL 啊，卡丁比较小啊，需要当心检查好尺寸啊，跟着助理的尺寸下达。紫色助理是穿得到 L 的，可是如果是黑或者是这个 Golden Badge 啊，助理是需要穿 XL， OK， 卡丁比较小啊。今天它的款式说，助理穿着主播穿的 Golden Badge 啊会比较高腰，是因为 S 它的腰只是66而已，所以说会更加的提高。对啦，所以说如果待会你看它穿紫色，它就会稍微会比较没有这么的高腰，加上它除了高之外，它有个假高腰，就这个。OK， 这一片，对了，看这边，这一片，这个是它的那个假高腰的款式，它腰是到这一边的 ，OK， 腰是到这一边，可是它再加上这个假高腰的款式，前面拉链加纽扣，然后纽扣是这样子金色的，左右两侧这两粒纽扣是款式来的 non-function 那个，后面是这样子，所以整体穿起来，你看后面一样啊，也是这样子属于高腰的款式，有口袋啊。左右两侧口袋是方形的，面料是西装布面料，是其中一种西装布面料，比较抗皱的那个面料啊。这一个面料来做一做给你们看，它这个面料是有那个垂直感，然后比较抗皱的那个面料就对了。OK， 整体穿起来就属于一个，我身高162啊，整体穿起来它就属于一个。是 full length 的 ，OK， 属于一个长裤的那个长度就对了。裤管呢就属于一个直筒裤管 ，OK。我身上的这个是 golden badge， 怎么搭？可以搭配我们星期二这一件上衣一样是搭得到的、啊。一下子要给我看多一点先啊，它的那个尺寸。最小的码是从 S 开始啊，最大是有去到。XXL 就对了 ，OK， 这一件最大是去到 XXL， 记得助理 badge 和紫助理是需要穿 XL， 紫色助理穿得到 ，L 黑和 badge 助理是需要穿 XL 的 ，OK， 我身上这个是 Golden badge， 面料是有弹性 ，OK， 可是它是属于比较微弹的那一种，然后其实它是完全没有什么分得到的哈，这个款式，所以说下单这个啊。务必看好尺寸啊！应该说腰是锁腰了的，对，它是锁腰了的哈。所以说，我穿紫色它是贴身，会稍微比较高。说黑色应该是说它会，你看我穿黑色啊，会比主播来的更低腰，因为我的腰是78，黑色看给到80的话，它是滑不下去的哈。这个款式因为它是锁腰啊，锁腰的款式来的话，所以说黑色啊，黑色跟 golden badge， 如果你跟我的尺码啊。需要 XL 啊 ，XL 啊，不是因为助理肥了，是因为这个的裤子它的卡丁是比较小，所以说，嘿，那 Golden Mesh 你的 size 跟我一样的话，80啊，这个可以到80，因为你看啊，我的腰是78嘛，就是还有一点的空间啊。待会如果是说我穿紫色上就是完全没有空间，会比较高腰，所以说80是 OK 的。那么给那些像我刚才讲紫色一个 ECM 嘛，我穿起来就会比较高一点，因为我拉高了，空间就会比较多嘛。所以说跟我的尺码，黑 Golden Mesh 需要 XL， 紫色能接受贴身的话，可以选择 L， 不然的话一样是需要 XL。然后穿着 XL， 身高的160，穿了高跟鞋刚刚好啊，是不会拖地 ，OK， 是不会拖地啊。所以看好好尺寸哈、啊，看好好尺寸了、啊。可能你们平时跟主播的尺码有一些，你们是需要带走 M 啊，对，需要带走 M 啊，毕竟主播只是穿黑跟 Golden Mesh， 它是属于稍微有一点点比较贴身，因为。66而已，那么主播老师说黑跟Golden Badge 他穿 M 可以吗？也是可以，就像我现在啊会有空间哈、啊。对了，所以说现在紫色它稍微会比较多一个2cm， 比起另外两个色来说，它的腰那边就是会没有这么的高，穿起来。OK， 三个色NTA 41价钱是75 ，OK， 价钱非常的优惠价，75零几而已 ，OK， 基本上面料是有弹性，可是整体腰间这边还是属于锁腰的，腰间这边是弹不到了的 ，OK， 拉伸不到 ，OK， 有口袋，左右两侧口袋是方形的，后面是这样子的。哦，那整体穿起来它就是属于一个高腰的版型就对了，属于 full length 的长裤啊，面料是属于一个比较抗皱的那种西装布面料，跟着助理的尺寸下单啊，紫色助理是穿得到 L， 其他两个色助理是需要穿 XL， 你要跟买跟以往不一样的颜色，可以考虑带走我身上这一个紫色，很特别，比较少，裤子来讲呢比较少会有这样子的颜色，紫色比较少有啊。
它是前面拉链啊，来了这个这个裤子，它的拉链是在前面。前面拉链纽扣。前面拉链再加纽扣。对了，来，我们黑色是黑色 XL 纽的，虽然很少啊，有一些就是三到四件而已，所以说这个款式，如果你找的这一期你找的这种比较宽裤脚上班的一些裤子的话，这是算是唯一的一个嘛？稍等，来我看一下哈。对，是的，这一期你找的上班的裤子啊 ，OK， 属于一个比较宽裤脚的，属于一个比较裤裙的裁剪的，这是唯一的一个 ，OK， 这是唯一的一个款式啊。就说这个啊，黑 Golden Bash， 如果你跟助理的尺码是需要穿 XL 啊，不是 L 啊，是 XL 啊，然后 XL 的话是有空间，紫色的话我穿会比较高腰，会比较贴身，然后就是说完全拉伸不到哈，所以说建议你们就是说就是这样子来这样跟这个跟着我的，如果是跟着我的 size 下单的话，记得你直接选 L 或者是 XL 吧。M 口碰触碰就塞不下，不是助理塞有啊，是的，是这件的 cutting 比较少。那么平时跟主播的尺码也是要检查哈，你们如果是跟主播尺码，很多时候这个款式你是需要到手 M size 比较好，因为黑跟卡其他穿来其实是会有一点点的贴身哈 ，OK， 所以说请检查要再三的吩咐你们。看好好尺寸啊，检查好尺寸哈。来，我会有黑色，所以你看我穿黑色相比刚才穿紫色，黑色会更高腰，因为它比较贴，因为腰只有66而已 ，OK， 加上腰那边是完全不能够拉伸。很好看啊，这裤子的版型，虽然你是说你看主播是穿的就是说会比较贴身，对了，助理是穿的 XL， 整体就是说看起来它是属于一个非常显瘦的一个裁剪，是因为它是一个高腰的裁剪啊，所以说这一期你们找的上班通勤款的一个西装裤的话，考虑带走这个，价钱只需要75，只是说尺寸方面要看比较小，对，然后说面料方面是有全质感的面料哈，三个色给你们选哈，三个色，然后就是说价钱75而已哈，版型非常美，只是说它cutting比较小，整体穿起来它就是很显瘦啊，它是整体非常显瘦，因为它是高腰的嘛，对了，高腰再加假高腰，所以说是瘦上加瘦的感觉，腰的口袋啊数量是非常的少哈，这个款式加上这个面料，它有那个垂直感的面料哈，非常舒服的一个面料来的哈。OK， 整体它穿起来了，它就属于一个直筒裤管 ，OK， 直筒宽裤管的就对了 ，OK， 否则那些不喜欢穿窄的 ，OK， 这个非常适合。面料是属于一个比较抗皱的那个面料，三个色啊，我身上的黑色，基本上如果想要显瘦就是黑色，还是 formal 一点的也是黑色，另外一个比较端庄的颜色就有这一个 golden beige， OK， 这一个 golden beige 比较特别的颜色就有这个紫色 ，OK， 三个色。最小的码是从 S 开始，最大是去到 XXL 啊，看好尺寸下单啊，这一件，对，因为它一定要检查好啊，检查好哈、啊，我不想你们买错了对了，然后你又穿不到，然后我也换不到给你，因为基本上到你收到货，你说要换都是没有了的哈，因为我们的数量超级有限的、啊。Celine 的黑色跟 Golden Bash M 留了 ，OK， 没有，那我就换下一个款，下一个款是 Basic 款的，可以带腰带吗？这个？不能哈，不能哈，给他看为什么不能？不能够拿腰带啊，来，大不了这个其实哦，它非常锁腰啊，它不会滑下去哦，滑不了啊，因为它是锁腰哈，加上它腰那边有一个纽扣，好像夹小腰带啊，就说带不到啊，加不了腰带哈、啊，这个哈，抱歉哈、啊，不能哦，不加腰带不好看哈、啊。来，下一个款式一样是空气层的上衣啊 ，OK， 空气层面料的上衣一共有。六个色，这个数量很少啊，因为我们上一个星期有个这样子的款式啊，很多顾客都买不到的、啊。可是这个胶会比较厚一点点，是吗？啊，对 ，STO 61。来，价钱一样，只是49啊，这个上衣 ，OK， 对，上个星期那个款式很多人买不到哦。这一次的颜色有六个色、啊。Pastel blue, pink, white, red, latte 跟 purple， 撇开黑色，应该是说其他的颜色都是属于非常非常柔的颜色，比较柔、比较浅的颜色，是一个 free size 啊。上围它这个款式，它比上星期那个稍微比较小，那么呢，这个的上围它是可以到108啊。上围108腰是到96 ，OK， 108 96，只要下单，你们的尺码没有超过的话，都穿得到，穿这些是不会勒，不会包粽子啊，有一流空间给你啦 ，OK， 108 96是穿得到的，价钱49。